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莓妞的。今天要来介绍的角色是这个 Hololive 的象征 Dokina Sora。那他究竟会有如何的表现？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好，首先我们不免俗的还是要从他的一个三维面板来看起。作为一个金皮航母，其实他的三维表现，整体表现大概去跟我们的这个香格里拉还有这个邦克山是差不多的，耐久度方面其实都在6000以上，那装填是稍稍的低落了一些，不过在对空值的一个表现上面其实已经跟超越这个我们角质级的对空，所以这在未来显现出它在面对空袭承伤能力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航空值其实也是400以上，也是接近我们这个美式航母的一个级别，那命中方面有来到100，其实非常的高。你们看看我们这些美式的航母大概都91，甚至还比较低。所以未来他在打击一些比较回避比较高的驱逐角色，他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那这边比较不好的是他的速力只有28而已。一般来说航母大概都有30以上，这边来说已经到了33左右。所以他是在28是比较慢的一个表现，那运气方面算是中规中矩啦。当然香格里拉会非常的高，有83，那邦克比是稍微低一点，35，所以整体而言，以空袭轰炸的角度来看，他们三者之间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表现，剩下就是看他们技能上面的一个差异了。那在那个装备的数量上面，233战斗机、暴击机、攻击机的表现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偏攻击属性的一个航母，所以在战斗机方面也有不错的一个效率，所以整体而言它是还不错的一个金皮航母。好，首先第一个技能是属于我们攻击的特殊弹幕，当练到10级的时候会有 100% 会触发一个岩上的弹幕。那其实这个弹幕跟某人的心经是不是很像呢？我就是我三比的第二次大戦で一番啊，不小心让他跑出来了。好，我们言归正传，他是一个从天而降的一个心经，那基本上他是可以跨越盾牌的。那一级的时候他是3×3颗的一个表现，那练到10级的话他是3×5颗，那一颗的威力来到了122，那受全装甲的补正大概可以补正 110%， 所以他打出所有装甲都是 110% 的一个补正。那受 100% 航空值的加成，这是什么意思？那受航空值的加成就代表说他会被敌方的对空值所减伤，所以他不可能说100%打出122的一个面板威力，那会根据敌人的对空值补正减伤来做一个伤害。那这个爆炸的范围大概就是一根100磅的航弹差不多，其实非常小，大概就是一个个人的范围。那它有点燃几率，那一颗点燃几率大概是 1.5%， 所以15颗就算丢上去全中，其实点燃率也不用太期待，你可以期待的是它的一个伤害。那跟这个很类似的就是我们小家家的那个箭炮掩护，它一颗的威力也是受120的一个面板，它也是受航空值的加成，所以小家家的它是一个平行色，那它会遇到盾牌怪的时候会被挡下来，那这一颗从天而降的星星是不会受到盾牌的影响，不过它是优先对于人形会有比较好的命中，那如果没有人形怪的话，它基本上是随机去落在敌人身上的。好，第二个技能，第二技能是个防御技能，他的第一句是他在自己在战斗的场合之内，所有 Hololive 的角色都会受到7%减伤，这是作为一个 Hololive 一个象征的表现。那再来是战斗后开始每20秒会发动一个敌方速力减 10% 的一个 debuff， 那个是持续8秒的，这个其实就跟我们方舟是一样，不过它是不用起飞，它20秒到就会减敌方的速那个航速。再来，我方全部的船会增加命中 10%， 这个不关 Hololive， 只要是我方的船全部都会加命中 10%。 再来，
又是如果我们是 Hololive 的角色，还会额外再加速力 10%。所以我们只要看到说20秒敌方会减速力，然后我方会加命中，那如果你又是 Hololive 还会额外再加这个速力。所以我们可以从画面看到这个雪峰呢可以直接吃到这个增加命中的一个 buff， 所以这个是无关 Hololive 的角色一定都会吃到这个增加命中的效果。所以你可以配合 Hololive 的角色使用，你可以说跟其他人配对使用，他也不吃期间位，所以可以作为聊件使用。好，那在队伍的安排上面呢，其实可以配合两个 Hololive 的角色，那这样子可以期待我们如果潜水艇有阿库瓦的话，可以打出他的强化弹幕。那前卫配一个天狼星基利亚斯呢，可以增加我们后排航母的一个航空值以及命中率还有输出。那半人马也可以帮助后排提高他的一个航空值，还有他的特殊弹幕呢会缓速，那这样子可以完全 buff 到我们的 Sola 身上，在他的航空初级有不错的 buff 航空值，还有他的在星落弹幕的时候能够利用他这个缓速的空间来增加我们这个命中率。所以整体而言，这段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输出点位，剩下的你可以再加，看你想要加什么角色进去。好，综合以上所述，作为一个免费的金皮航母，它的三维其实不输现在所谓的金皮航母。那在技能方面，它也不吃旗舰位，那也有 100% 可以触发的一个弹幕，所以在整个伤害面上面其实跟一般航母是差不多，虽然说不能到顶尖，不过也算是有一般的水准。再来它的防御技能，它可以减缓对方的速力，那如果作为 Hololive 的成员使用，它可以提升 Hololive 角色的一些减伤还有它的速力表现，所以它可以作为 Hololive 的旗舰，那也可以作为其他舰队的一个聊舰，帮助输出，帮助 debuff， 所以它也是算是一个蛮泛用的一个角色。如果一开始你没有其他好用的航母的话，其实它也是你可以练的一个选择，毕竟是免费的角色嘛，免费有这样子的能力其实已经算是不错的选择。好，以上是今天对这个 Sola 的一个简单介绍，希望能帮助你。那我是草莓妞，我们下次见啦，拜拜。